为了庆祝北京的奥运会，国际合唱联盟特别组织了由33个国家和地区的82位世界青年合唱艺术家组成的世界青年合唱团到中国进行巡演，而今天晚上的广州之战，这是他们此行的第一站。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世界青年合唱团带来的视听盛宴。 Oh,
在美丽的衣服中穿行，同时也深刻地感受到民歌传承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世界青年合唱团的精彩演出。相信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将会是非常的精彩。 Now please welcome the renowned conductors, Dr. Zegree. We're all there.
Thank you.
Scared of that, scared, I lost my yellow basket.
世界各国家的青年们站在一起，手拉着手，唱出对北京奥运的祝福。下面，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广州少年宫合唱团与世界青年合唱团共同演唱庆奥运歌曲，同声齐颂唱。 Thank you.
上放声歌唱，他们用音乐这一人类共同的语言唱出了对北京奥运的祝福。再次感谢他们的精彩的演出，谢谢。